这个乡相当有代表意义的武术赛阵，是有着百年的历史。日前，就由邓义东的教练朱天祖提报文化资产升级，希望会当将这个百年文化来登录，并且保存下来。这个乡伫家的关山区，对古早时期就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就有着相当深厚的历史文化。伊伫个乡就有着百年历史的武术赛阵，由邓义东台湾武术赛阵传承落来。日前就伫伫个国小举办了嘉义县111年文化资产盛宴会，盛宴传统艺术表演邓义东武术台湾赛阵，希望会使登录保存。台湾赛阵的传统文化，啊，邀请咱这个文化观光局来。这个流行文化资产审议会啊，来保存咱的台湾传统文化。嘿，就是咱台湾做传统的赛阵，已经百多年的历史。一般咱吼看到的赛头吼，伊是拢用假的，还是用铁的方式？但是阮张义东吼，伊的赛头是用旧假，啊，伊搭的脚挂是用皮布吼、衬衫、吼、头饰来搭的吼，这个四点金来搭。有啊，伫德加吼，阮伫做针头吼，真侪针头啊，邀请阮过迄边吼来做即个传奇的动作。啊，近来阮嘛伫即个主持的国小啊，甲咱即个原厂国小吼、啊、来开办吼咱即个社团，啊来培养化即个囡仔吼即个兴趣，啊来做传承的动作。好，吓、啊，咱今仔日呢吼，大家真辛苦吼，啊表诶，啊希望吼咱文化做吼，互咱好诶成绩吼，互咱继续吼来。保留这个台湾传统的赛艇文化，安尼。由于时代的变迁改变，各村头的人口数嘛是愈来愈少，人口外流是非常的严重，所以会使传承的艺术嘛是愈来愈少。希望透过政府还是地方学界来接入，民众来参与传承的方式，交现代教育传承结合起来，在各级各类学校以及武馆中实现传统武术的教育。最新新闻，曾医生的家乡彩虹报道。我们从四星到五星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嘉义的进步，看到了嘉义县民对我们的肯定。八大面向的平均满意度还是全台第一名，这代表你的团队真的是非常的坚强。最近啊，我到外面去走，自从啊眼见。给我们五星县长以后啊，我们的县民说他们也是五星的县民啊，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疗愈、非常重要的一个奖。那我们即将承担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肯定跟希望，我们要努力的往前走。那这一次实际上我最高兴的还是一个八大面向全国平均第一哦，这个代表的是我们团队那这三年来的累积受到大家的肯定。我想是非常重要的，嘉义的整个龙光大学的格局也在往前发展。我们希望乘着这一股气势，我们嘉义可以越来越好。我们希望大家共同的来努力，也希望大家慢慢的把注意力也可以注意到一个从来你们不会注意到的一个穷的龙岩县叫嘉义县。谢谢大家，谢谢。